老板，干妈最近看上去心情不错，每天都有一种容光焕发的感觉。来，进去看看嘛。哎，正好还有折扣呢。好，参加本店默契大挑战，答对八题可打八折，十题全部答对可以获得六折优惠券哦。快走，来这边请。天狗，接近了。狗上呢？对。秘密。对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霸道总裁。普通话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腰间盘突出。呼啦圈。羽毛。孙悟空。花好月圆。下一个，过吧。很遗憾，如果刚刚两位答对那道题的话，就可以获得六折的优惠券哦。哎，没关系，八折也很好。那这位帅哥想给女朋友买点什么呢？我们这边都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款式，有喜欢的话可以拿出来试试看。给他妈妈买的。哦，给家长见面礼的话，那边的款式比较合适。我们是兄妹，姐弟。二位兄弟姐妹，那你们有喜欢的哪一对呢？可以帮你们拿出来试试看呀。刚怎么叫你都叫不醒，你该不会是做那种梦了吧？一天天的，脑子里都想的什么呀？肯定不是好梦，出了这么多汗。来。我自己来吧，别动，我擦完了。饿了吧？没胃口，我不爱吃甜食。哎呀，你不吃就没有力气写作业，作业写得慢就会晚睡，晚睡就会做噩梦。做噩梦。别说了，我不是在吃。这是课堂啊，不是菜市场。你们三个要不想听课，出去讨论去。等一下，你们三个打算出去斗地主啊？把课本带上。笑话，继续讨论啊。娟妹妹，你好敬业啊！哼，我这叫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我背负了这么多同学的期待，我怎么能轻易辜负呢？那我帮你，多亏林超才能这么快完成实验。一会儿我们一起准备实验报告吧。可以啊，一起弄。你听到没有？他刚刚说我们，连我俩孩子名字姓什么我都想好了。我觉得你俩孩子不一定行。千言也可以啊，你怎么知道我想什么呢？林超，喂，你书拿反了。不是那个太阳太大，好刺眼。学妹，又是你啊？你好点了吗？哦。没事，谢谢关心。真是我的骄傲。喂，英子涵，和倒数第一做同桌这么委屈你啊？跟谁做同桌？并不会影响我考第一名。那你叹什么气啊？这个年级没有林超，
活要这虚名有何用？名超有这么重要吗？小学五年级奥数竞赛，林超第一，我第二。初一英语比赛，林超第一，我第二。全市作文大赛，初中组林超第一，我第二。哇，英子，你这么记仇啊？你也不用难过，我觉得林超也没那么厉害，他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考试机器。说不定他体育还没你厉害呢。他初中的时候参加篮球赛拿过 MVP。 我觉得名次荣誉这些都是身外之物，你已经很优秀了，干嘛非得跟林超比？这是我的梦想，已经刻进我的脱氧核糖核酸里。什么糖什么酸？跟你说了也是白说，还不如多做几道题。怎么了？林超，我还不想死，我刚梦见世界末日了，有好多怪兽来抓我们，一口一个人类嘎嘣脆，奥特曼、孙悟空、超人都来救我们，可你还是被抓走了。我想找人帮忙，可是我根本不知道离我最近的那个奥特曼叫什么，我只认识迪迦。后来我也被那怪兽发现了，他也要来抓我。世界会不会末日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你现在只剩下3个小时了，再不睡你明早就会困死。什么时候你还有心情睡觉？难道你就没有想做却还没做的事吗？你就没有遗憾吗？没有。如果非说我现在想做却还没有做的事情的话，就是想睡个好觉。晚安。废话。好，那你听我说，世界不会末日，这只能说是地球进入了一个新的太阳系。而且据说是因为玛雅人对日期的计算方式和我们不一样，如果以玛雅人的计算方式，12月21号刚好是一个大循环的开始，并不是这个世界就会毁灭。我这样说你听明白了吗？嗯，这下还害怕吗？喂，小兔。高一的孩子呀，玩心都大，慢慢的自己就懂事了。学生的成绩有好有坏，这不很正常吗？再说了，每年不都有一些后进生一到高三就冲刺逆袭的事吗？我看这俩女孩伶俐得很，要真用功起来不会比谁差的。不过就目前状况来说，确实应该给他们俩换个位置，是吧？卷卷，兔兔卷卷，兔兔卷兔，不要离开我。山无棱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。哎哎哎，你们俩别恶心了，动作快点，不要妨碍交通，快快快！徐渊老师，你真的忍心拆散我们吗？你也知道，我这张嘴跟谁做了都能聊，何必为了我打乱整个班的大局呢？先搬了再说，快点。